林志玲2019年嫁给阿 Q 啦，并于今年农历除夕开心宣布生下宝贝儿子，一家定居在日本东京。先前中秋假期，林志玲一家返台团圆，顺道拍摄广告。而她在今年5月推出的第一本全文字书，至今已蝉联20周书店的畅销榜，成功踏入畅销作家的行列。在书本销售量即将到达50000本门槛的前夕，志玲姐姐特别准备了轻功小改版封面限量版，还额外加赠志玲姐姐亲笔手写的每字手账贴，送给大家的一份最美好的礼物。而志玲姐姐近日也宣布，将于10月9日举办新书分享会，这也是她暌违2年再次于台湾公开现身，与大家面对面互动，让不少粉丝都非常期待。